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如何骑上一辆自行车，养成正确的习惯将使您的骑行变得安全有效。这其中有三个关键的步骤：助跑、跨上车座以及踩上踏板。第一步，站在自行车的左边，然后开始助跑。不要站在自行车的右边，否则您的腿上可能会留有链条的油迹。第二步，当您的左脚迈到前方时，蹬地，从而使右腿能够借力跨过自行车，用左边大腿的内侧上车。需要确保当您跨上车座的时候，自行车与地面保持垂直。第三步，当您直视前方时，向下踩右踏板，此时左踏板会因此而向上前方运动，用左脚勾左踏板。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准备的另一个教学视频学习怎样下车。在骑行的过程中，或许您会遇到妨碍您骑行的障碍物或者地形，这就需要有效地练习上下自行车，从而保持动势。安全运动，享受骑行。